车接货着吧，接货着有。咋就都在大棚吃火锅？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我们不打包胡麻油了，来地里面把这个大白菜给全部拉回家。大白菜的叶子用来做酸菜，大白菜的这个心用来吃火锅。嗯，今年的大白菜摘的有些多了。过年菜馆吃点油我丢了啊，都见不着这样。平常都在菜场餐还那个菜馆里面吃。你看这些小的，哎，这随便再吃火锅才美呢。这些小的我们就留着自己吃火锅，大的就该送人的送人，送完以后这才怎么样。我想吃大辣吧，你我觉得大把来的，我干嘛你先吃大。哇，你这个做啥？回准这谁和路之亲，这土人来吃鸡没钱。哎呀，慢慢去打车，你看。哎呀你。菜一捞。我打的问题是水等我。哎呀。整装待发，现在准备回家了。今天天气不错。哇，国家企业家吗？哦，这汽车还是我爷爷擦上的，才去你。这是我们做冬酸菜的大白菜，现在楼顶上切，楼顶上暖和。给喂点菜，来了，吃菜来了。哎呦，这里来的碎石子啥？有亲戚生日啊？生日啊？干？谁过的晚上？钱不钱？钱够。现在进行淘洗工作。淘洗了之后放到筐里面。这谁？淘洗好以后，控干水分。明天我们就开始做浆水。又到了每天吃饭的时候，做了几期面啊？几期面？是炒酸菜的这味的去饭去这些。今天的面条就好了，几期面。忙碌的一天又结束了，吸起来。小葱，